市场宴客地点从这个文华东方变成市府餐厅啦，外界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大餐的，怎么办？不好，其实本来我们是态度这样嘛，哦，有贵宾要来，我们就把台北市的气势摆出来吧，对的，选那个最气派的地方。结果他们反而不觉得吃那个太贵了，他们对他们的老板很难交代。我说那简单啊，那你自己挑啊，你要哪些地方？然后后来就选这个市府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是客随主便啊，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什么一定要怎样，那他们大陆方面喜欢高兴就好，我是没什么特别意见。是他们点名要北市府员工餐厅吗？没有，就是说你要，他说那贵的不要，我说那你要便宜的，有啊，我们员工餐厅的便宜啊。可是原本中正文化是不用钱，现在反而到北市府要设宴要钱。这是其实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那个也不是不要钱的，那个是可以扣掉的。反正我们设计之都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很多活动要用的，所以这没有差的。这个只是说这一次没有去用而已嘛。但是我们到年底之前还很多场合可以用，而且今年没有用完还可以移到明年。那